岁的小男孩左眼缠上纱布，动也不能动，趴在床上，悲惨的模样，竟然只是因为幼稚园老师一时发脾气摔笔所造成的。老师看见第二组这些小朋友不听话、不写作业，我一看，我一硬着面看后面，我一转头看前面，老师一发火一拍这些笔，就炸到我的眼睛。小男孩童言童语描述意外发生的经过，让人格外心疼。老师随便摔笔，却意外刺穿男童左眼眼球，造成角膜受伤。医生表示，即便手术成功，男童的视力也只会恢复一半。已经在这里帮我儿子擦，因为那个黑色那个晶体已经流出来了嘛，还有血嘛。我一看到我都惊呆了。事发的幼稚园目前已经停业，大门深锁，但至今还没有人出面对事情负责，让男童的母亲相当不谅解。当地教育部门目前已经介入，表示将提供男童家属必要的法律协助。记者唐玉泉综合报道。